现在请十二位歌手做好准备，我们首先来进行第一轮的抢位战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郭一凡，现在请你想一想，在你身边的这11位伙伴里面。 你要选择谁对战？郭一凡、邓宁，因为上次我们两个的这个事情引起了一些争议，32-16，郭一凡以一票之差惜败邓宁，老师们各执己见，互不让步，现场一度失控。 太不公平了！凭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明白。我没有办法一连贯的去听出整个连贯的唱法。有一天我会回来。郭一凡选择邓宁，满足了很多人心里面的那种看戏的感觉。为什么要选择邓宁？男子汉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只要开心就好。所以我觉得上次既然 是有一件这样的事情，那今天再痛快的比一场吧。好，邓宁，你有没有想到郭一凡会走过来？其实我想过，他应该不是这么小心眼的人。<笑><笑>没有，不过我们的私下真的是关系很好，很熟，所以像也是这场，我觉得这样很好，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真的是用音乐在交朋友，是很开心的事。是你今天要唱的曲目？我今天唱一首自己的原创，叫《不如唱首歌》。 我闭上眼，对别人解释什么，了解你的人，自然会懂得。我闭上眼，对别人说明什么，不懂你的人。灯与火车，人世间黑白善恶，人世间。 茉莉人的人人都体会着，才知道为什么要来着。一定会有一天，你不在眼前，会有一天总在回忆。一定会有一天，闭上眼睛离去。 不如今天你我用力相拥，不如今天拥抱生活，不如今天你我一起唱首歌，唱首歌。 唱首歌，哦，哒啦啦，哒啦啦，哒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哦，我一起唱首歌。 没想到我第一个居然是被郭一凡挑出来的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我想这一个夜晚，我想我一直都在想，什么是完美的感动？我想到开始头痛，你说不定也是一样，想念和惧害怕遗憾，你说不定也很希望。 我可以比勇敢，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事全都敞开让你看。满天星星长大眼睛盯。
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。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，想要说跟他们说，他们看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。对，没有错，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，不需要啰嗦。你唱的确实非常的好，由于你唱的非常好，导致邓宁卖力气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就我觉得到了最后大家都是高手，那最后的这种总决赛就是能卖什么卖什么，有原创卖原创，有力气卖力气，有长相卖长相，大家就拼，都不是拼了啊，就拼了。好，谢谢小松老师。其实这一站我特别想听听孙楠老师怎么说。小松现在站在我们这队了吗？刚才说没有，其实邓宁的舞蹈确实到后面看了是让眼前一亮。说心里话，这个一凡挑你其实有点欺负你，你应该跟他比舞蹈。那么一凡歌唱得好，没想到这个创作也非常好，挺棒的。其实我觉得两个人今天都唱得不太好，因为我觉得郭一凡，虽然我告诉你说不要一直运用你的高音，但是你这一集明显的太闪躲了，有点矫枉过正。然后邓宁，我今天完全听不到你在唱什么。你跟一凡站在一起，今天的这场比赛来说，变成你就变得明显的很吃亏。就是说，因为我起码我听得到一凡在唱什么，但是你后面的舞蹈又让我很惊艳，所以，我觉得两个人都还有在很多进步的空间。好的，还是一样，红灯代表郭一凡，白灯代表邓宁。如果在这一站落败，就要暂时进入到危险区域。来，高晓松老师。郭一凡一票，孙楠，郭一凡两票，校长，今天邓宁准备得很好，很充足的来应付这场仗。好，邓宁一票，宇哥，邓宁两票，2-2。苏俊老师，3-2-1。好，3-2，郭一凡暂时安全。加油！一凡有请。